大家好，我是鹿奖。我现在呢不在家里，在东京新宿一家温泉旅馆，叫做游园。那为什么会来温泉旅馆呢？就是因为我跟我们公司的同事就是 Cody 想要放松一下心情，想要换个环境，所以我们两个讲到说还是我们要住一晚饭店，然后就促成了这一次的 hotel stay。 那因为我今天去公司的关系，所以我一下班就先来饭店 check in。 Cody 他今天是远距上班，所以他过来可能还有一点时间，那我先 check in 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两个的房间好了。我之前其实已经住过这间饭店，然后Cody 他其实也住过，但是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这家饭店，所以我们两个就决定说我们两个一起订这一家。其实房间的配置跟上次的影片都差不多，就大概给大家看一下。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我们房间的全貌，我的东西已经放在那里了，可以忽略一下。一进来呢是玄关往上，还蛮特别的，这里是有个洗手台，可以在这里洗手消毒。洗手台旁边有放一些饭店的备品还有饭店的资料。那因为这家饭店他们主打就是日式和风，他们整个设计都非常就是日本那种和式风味。这个呢是饭店资讯，那下面这一层呢是备品，备品就是该有的都有。然后再下一层呢，就是日本的温泉旅馆他们一定会附的茶还有小点。那这个小点跟我上次来又不一样，等一下跟 Cody 一起吃。那跟大家说这家饭店非常特别，就是他们有温泉大浴场，一般的商务旅馆是没有，但是因为他们这边就是主打东京都内也可以泡温泉温泉旅馆，所以呢就有带去大浴场用了这个小篮子。那因为我们是两个人，就两人份。然后这边的话是厕所跟淋浴间，这边的话就蛮普通的，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去大浴场洗澡。然后呢是床的部分，这里还有浴衣，等一下也要跟 Cody 换。我就想说等 Cody 来了之后我们再一起换，不要只有我一个人换，等他一起来，好期待哦。他现在已经在路上了。然后是我们的床还有风景。我们今天住的呢是十几层，之前好像也没有住这么高的，就可以看到外面的夜景，虽然现在大家只看到我一个人。然后呢旁边这里还有电视，很期待今天晚上也可以跟 Cody 一起看电视。大家看整个房间的氛围很舒服耶，觉得住饭店真的是一件会让心灵放松的事情。我觉得在等 Cody 的这段时间，我也觉得我心都被净化了。Cody 来了！哇！平日のリラックス。看到吗？很可爱。我们两个都换成浴衣了。耶耶！やっぱり浴衣ですね。浴衣めっちゃいいですね。嗯。私 Cody と出会えて本当よかった。私もこの空に乾杯。この新宿の空に。言ってダメだった。乾杯。乾杯。何も見えない。ねえ、本当可愛い。似合う。ありがとう。なんか Cody の彼氏になった気分。嘘。で、私もルーさん撮りたい。ありがとう。わあ、似合うね。可愛いよ。あざと女子。あざと女子ってね、コメントが来ちゃうね、これは。来てるのはコーティーね。やだ、私あざとくないよ。みんなあざとくないですよ。新宿。水もありますよ。水もそうついてた。これコーティーが飲んで、なんか短い時間でめちゃめちゃ飲むんです。私めっちゃ水飲むんですよ。やばいよ。コーティーは今ウーバーを頼んでます。頼んでます。私たちは韓国料理しようとしてます。韓国料理しようとしてます。ここは遊園でございます。くつろいでおります。Hello， 大家好。那现在呢？因为 Uber 一直来，需要一点时间，那我就先卸妆保养，然后等下饭来了，吃完饭我们就可以去泡温泉了。那因为这一次住饭店的关系呢，我只带了最基本的保养品，除了基本款的卸妆之外，卸妆的话我都是用 Duo 的卸妆膏。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Foleo 的 UF2， 谢谢 Foleo。这一次影片呢也是跟 Foleo 合作，我在两年前有拍影片介绍过 Foleo 的洗脸机，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他们洗脸机了，结果没想到真的只有 Foleo 才能够超越 Foleo， 一直在推陈出新。出越来越多让人满意的商品，我这次真的超级满意这个 UFO2， 它这个是面膜仪，有这种专属的小面膜可以放在上面，然后会利用震动跟热能，确实把营养放进去你的皮肤里面。我现在保养真的不行，没有这个真的太方便了，完全给了爱肤面膜的我一个新世界，因为我非常的爱肤面膜，真的是从来没有的体验，所以他们说要合作，就说好，当然要介绍给大家，那我就拍给大家看。我现在已经卸完妆了，那我现在就来用 Foleo UF2 的面膜仪给大家看。
首先我觉得他们很方便，就是他们有 APP 的连结，可以直接跟 APP 进行合作。它这个是配合做成圆形的面膜，是他们自己的面膜。我今天要用的这个是 Make My Day， 那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种的，例如 Call It A Night， 还有 Green Tea， 这些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面膜，可以针对你不同的肤质来做保养。 Cody 现在在那边工作，那我教大家怎么用，就是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推荐它。首先呢，就是它面膜这边有一个壳子，已经把它拆下来，然后呢，我们打开这个面膜，一打开精华液就这样爆出来了。它的面膜大小差不多是这样子，把这个面膜这样子铺在这个面膜仪上面，然后再扣上刚才拔下来这个固定的盖子，固定好之后就可以开始准备敷脸。然后 Folio 呢，他们有针对自己的这个 APP 这个部分，这个功能超厉害，我就可以从 APP 上面选我今天要敷的面膜，它就会教我怎么按摩，右上角计时，然后它会这样边震动跟散发热能。ね、本当めちゃ気持ちいい。すごい。コーディあともやって。すごいルーさん。これね、もう本当最近めちゃやってる。え、いいな。本当なんか場所とかもなんか一緒にやってくれるの。教えてくれるの。然后九十秒结束了，他就跟你说结束了。本当めちゃくちゃ気持ちいい。マッサージ。マッサージ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なんかこう、そうこの。この温かい熱の音と振動によって肌のすごい深いところまでちゃんと栄養を送ってくれる。しかもツヤツヤであるさ。気持ちいいです。ツヤツヤです。あと超やってください、コーティ本当に。絶対やる、絶対やる。ね、これ本当ね、毎日のパクチカが楽しい。温かいってだけで絶対気持ちいいもん。気持ちいいです。びっくりした、手にやってもらっただけで。しかもこれ直接洗ってもいいですよ。那个擦干了后呢，除非是阿爹不带就。然后给大家看，这个是我敷完面膜的皮肤，超级舒服。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它改变了我一直来对面膜认知。你们看，就是很保湿，然后很有透亮感。其实我是几乎每天都会敷面膜的人，但是面膜就是会花很多时间嘛，有些是20分钟、25分钟，比较短的话可能就是15分钟。但是这个 Folio UF 2的机器，只要1分30秒就可以完成整个面膜仪式，而且因为它根据每个面膜就针对的效果不同，都有热能跟震动，真的是事半功倍的感觉。因为它那个热能啊，就是会让你的肌肤觉得很温暖，就真的很有被照顾的感觉，有一种在家里也可以做 SPA 的感觉，真的很推荐给大家。哦，这个我是之前就非常的想要，所以他们请我试用介绍的时候，我就超开心，就终于来找我了。我真的超喜欢这个面膜仪，就对我来说比洗脸机还要更爱，真的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单品。那因为我的肌肤本来就是比较干肌的关系，再加上说年纪越来越接近30岁，常睡觉起来之后就是皮肤就会变干。但是我前一天晚上有用面膜仪就是这样敷脸敷90秒的话，隔天肌肤的状况还是会很好，保湿度也很够。因为保湿有没有做好，真的会很影响会不会脱妆啊，会不会掉屑。所以我觉得前一天晚上做的这个保养真的很重要。文章的脸颊跟我不一样，是比较敏感又容易泛红，有一些纸的面膜对他来说就会太刺激，但是 Folio UF 2的就刚刚好，也可以一起照顾他，所以一台机器可以照顾我们两个人。然后真的要跟大家说，我觉得要配合 APP， 就是有音乐，然后又有教你怎么使用的影像，这一点就是感觉非常高科技，就真的是突破我对面膜的想象，真的推荐给大家。这真的是我最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大家买的一个单品。我们的饭来了，耶！Cody がおすすめしてる韓国料理です。チリカオンドル。なあ、ちょっと頼みすぎだけど、今日はパーティーだから全部頑張って食べて、その後温泉行きましょう。温泉行くよ。しかも温泉アイスあるよね。爱食べ我们订了两个便当，还有奇奇米。哇，好美味！やばい、絶対美味しいよ。あと弁当もすごそう。私が豚カルビです。豚カルビと私はコチュジャンサムギョプサル。哇，晩ご飯です。テレビ見ながら食べよう。そう、テレビ見ながら食べる。私もあれ食べたい。私もあれ食べたい。ありがとう。我们现在呢要去他们的温泉泡汤，那温泉那里不能拍，所以就不拍给大家看。他们温泉那里还有免费的冰棒。お風呂行きます。お風呂行きます。みんな、バイバイ。バイバイ。大家早安。那现在呢 ，Cody 他已经去公司了。那因为我今天放假的关系呢，
我要待到最后 check out 时间。现在一大早的看到阳光照进来，就觉得心情很好。那给大家看我早上皮肤的肤况，我现在是没有上任何保养品，然后也没有化妆，但是我的整个保湿度都很够，然后也都还有光泽感，所以都是多亏 Forleo 的这个 UF2 的面膜仪。真的自从我开始用了之后，我早上起来皮肤都比较不会干，皮肤不会太干真的解决我很多问题。上妆的时候也都觉得化妆品比较服帖。有兴趣想要购买的人呢，我把详细资讯放在资讯栏，有兴趣大家可以购买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大家家里都必备，比我的手掌还要小一点，非常适合带去旅行。面膜也这样一盒非常方便携带，推荐给大家，有兴趣的人真的可以去买。现在 Cody 不在，虽然觉得有点寂寞，那我也准备要回家了。那谢谢大家看这支影片，看我跟 Cody 两个人的就是 Hotel Stay， 其实真的是还蛮好一个心情转换，又很舒服。我们刚才有一起去吃早餐，早上7点我们两个去吃早餐，吃了超级饱的。吃完之后呢， Cody 就准备去公司，然后我再整理东西，准备跟大家拍最后这个再见影片。那谢谢大家看今天这一支影片，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谢谢大家，再见，拜拜。大家也要注意身体健康，注意安全，拜拜。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お祭り